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初还是我们的流通业、制造业，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过程还是工业的这个在制造业领域的开放，成就了我们今天伟大的成就。下一步呢，我们的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到服务业，金融业是服务业的核心，所以服务业、金融业的开放，特别是国家几乎在最近一个一个的金融业的政策几乎是全放开了。那回头来看呢，这个加拿大已经快20年了，但是比方说，外资保险公司也进来了，要像台钢这些本土的这些市场化的保险公司也起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呢这个过程觉得外资进来就不会有竞争。像外资它是这样的，可能你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你3年、5年、5年、10年，你觉得它好像没有占到市场大的份额，好像竞争不够，人家是看到50年。看到100年，你再过50年，再过20年、30年，那些坚定的以风险控制、坚定的是以核心技术、坚定的是以服务为导向的这金融企业，所以当它积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是一个裂变式的增长。我一直是呼吁，金融业也需要企业家精神，金融业也需要一大批市场化的民营的金融和金融集团诞生起来。当然今天我们国家的金融业是以国有为主体，他们做了巨大的贡献，稳定经济、稳定国家政治和军事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未来的今天把金融业全部放开后，我觉得我们最要做的就是培育本土的优秀的金融企业，就像本土要诞生很多像高盛、像这个美林、像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摩根，像这样一些一流的金融企业。一流的金融企业就是要企业家精神，所以我觉得培养一大批这个具有竞争能力甚至有国际水准的竞争能力的市场化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家，应该是我们未来国家最要去做的一件事。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单一的跟美国、跟欧盟比肩的经济体，中国一定是像美国一样是个多元的，一定不说属于制造业帝国。当然我们现在很重视制造业，但我们一定像美国是制造业帝国、金融业帝国，金融未来一定是最重要的。